12月15日消息，身为娱乐圈当红电视小生杜淳，感情生活似乎有了新的动态。据记者接到可靠消息，杜淳已经跟杨璐分手，而与今年拍摄新剧女星熊乃瑾暗生情愫。目前两人秘密相恋已经将近半年时间。近日杜淳在上海拍摄新戏，不久前早上有记者拍到杜淳送熊乃瑾去机场，两人挥手告别。杜淳在上海的新剧熊乃瑾并未参演，显然此次他来上海是秘密探班杜淳的，两人关系已不言自明。在杜淳熊乃瑾上海分别不久后，某天晚上又在北京一家高档餐厅门前意外撞见熊乃瑾平时乘坐的商务车，随后在餐厅发现杜淳和熊乃瑾与朋友一起聚餐，几人谈笑风生。夜深时，一身休闲冬装的熊乃瑾先走出餐厅独自开门上车，随后杜淳和几位朋友一起出门热情告别后，杜淳转身利落地跳上了熊乃瑾的汽车，两人一同乘车而去。杜淳熊乃瑾相近至今已经有半年时间，但因为工作繁忙聚少离多，目前关系尚未完全稳定。优酷全赢了，恭喜恭喜啦！整理报道，登录优酷，上传你的脑力挑战视频，就有机会成为优酷牛人，参加最强大脑第二季和顶尖脑力奇才面对面，大脑你最牛，帮你上头条，火热招募中。